明天他要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，我不敢见他，我怕他一看到我，立马就从反感直接升级到憎恶，那我就真成东城的罪人了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你就这么甘心放弃啊？至少先去看看情况，伺机而动，机会可不是这么好找的。 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哦，这样啊。哎呀，行业。 是是，哎，怎么在呢？没事儿，取班还没到呢。哇塞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照片都在上头。请叫我无所不能的 Jackie。 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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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起拍价呢是150,000，同样的10,000起跳。现在开始竞价，请举牌。好，15,000、16,000、17,000、18,000、19,000、19,000、19,000一次，50,000，50,000，50,000。这位先生开价50,000呢。55,000，55,000，后面那位先生开价55,000，看来对我们的周北海先生的画作是非常的喜欢的。55,000一次，55,000两次，60,000，60,000，这位先生开价60,000，把价格抬到了60,000，60,000还有人加价吗？还有谁加价吗？60,000一次，60,000两次，60,000三次，成交。哇，好，祝贺这位先生拍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件拍品。许曼小姐请留步。许曼小姐，林总。哎，导演，刚才那幅当代油画是我特地拍下来送给曲曼小姐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东西不是我拍的，我不要。东城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心意，表示对你的感谢。感谢我什么呀？东城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你是有一份功劳的。高远，我今天的行程是你透露出去的吧？我真没有。这个你真的冤枉高总了。给东城做代言是我的工作，贵公司给的报酬已经很丰厚了。哎，曲曼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林总，话我代曲曼收下，谢谢林总的好意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联系。曲曼，在乎的是你的态度，在那儿吧，是不是？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。可你在乎过我的感受？在哪儿啊？你在乎过你身边工作人员的感受？你在乎过人林总的感受？人要有同理心，没有同理心你怎么做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开始来抨击我？吵起来了？什么情况？我不是要抨击你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那些和你工作息息相关的人，尤其是那些金主，都要被你得罪光了，你知道吗？金主，你脑子里除了金主还有别的吗？人家林总就是比一般的金主更有成，人家不光砸了钱，还搭上了时间和精力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这是多少艺人都梦寐以求的，你要懂得珍惜呀。又是名和利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拿出一点说服我的新花样来？在国内，多少人两代得不到的名和利我都有，我还需要那么多干什么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家，一个温暖的家。这些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你的事业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，我们需要继续往上再上一个台阶。只要过了这个坎，我们就都轻松了。到时候我们就公开恋情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他们是真的要公开了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我有多少青春耗得起？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恋情，没有婚娶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怪物。再上一个台阶需要多少年？这万一上不去呢？我的时间都搭进去了，我都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了。我是个女人，我也可以不成那么大的野心。可是万一上不去的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跟你在一起。妈妈，
坏了，有狗仔！狗仔，哎呀，别拍了，走走走！！快跟我走！在那儿，左边。酒店的必经之路，我在这守着，你去那边看看。我快去快去快去！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行，不说这个了。这样，你们把你们的外套脱下来，跟我们换一下。啊！脱外套干嘛？转移目标，有狗仔啊！来。把这个给我吧。我先声明一下，我不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给你，所以我才帮你脱身的。好，走。哎呀！那个谁，快！哎，曲曼，别走！哎，别走！站住！你跑这边。对不起，快点换上。没事。你走开。今天这事儿要是曝光了，你的前途就毁了。曲曼，咱以后能不能不这么闹了？怕什么呀？我倒是不建议恋情被曝光，只不过我希望你自己向媒体公布，像个男人那样。来，欣言，喝点热水。谢谢。你从回国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住啊？嗯，这里虽然偏吧，但是呢，房租很便宜，而且离地铁站也很近。但我看这周围的环境有点复杂，刚才还看着一对小情侣，还有半大的孩子。嗯。那会不会很吵，影响到你休息啊？嗯，一点都不会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要不，你搬我那儿去住呗？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那儿是一个两室一厅，我自己住一个，刚好空出来一间。你来呢，就当是合租，咱俩刚好生活上还能有一个照应。嗯，你们那儿是好，离公司近，环境也好，但就是房租太贵了，我承担不起。没事，我可以帮你付房租。啊！你在加拿大的时候帮过我，现在就算我帮你一次，带你住更好的房子呗。我也想住更好的房子，但是呢，我想希望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实现，而不是靠别人。哪怕这个别人是块跟我你我都不分的摊儿油泥。谭友，今天真是谢谢你啊。害你浪费了这么多的个人时间，
还差一点被狗仔给逮了。这算什么呀？啊？啊？我是魔力鸟，只要被我锁定，蛙仔、熊仔、狐狸仔，通通全屏秒杀，更别说什么狗仔了。那你这个无敌的魔力鸟，能不能帮帮我这个落水的小鸡仔呀 ？Yes, sir。谢谢。心燕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，保护你的。在这个城市，我是你最值得依靠的人。我们在国外都能互相照顾，那更何况现在是在上海呢？时间很晚了，今天你也陪我这么久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哦。手机。外面特别冷，你把他衣服穿走吧，下次还给他就好。好。那晚安。晚安。小姐早。笑这么开心，哇，真漂亮！比给你哦。海棠花，应该是这个作品的名字。把我带上吧。我喜欢这幅作品。真的？顾心言啊，下了不少功夫。啊，你说，我戴上这个饰品，会不会特别美？那当然了，一定美得不落俗套。你是不是忘了海棠花的事？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忘了。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拿奖的？我也记不清。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跟你一直喜欢的导演合作的？但是我可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海棠花是我帮你带上去的。秋海棠的花语是苦恋，爱情本应该是甜的，可我的爱情啊是苦的。我的又何尝不是呢？不过你放心，亲爱的，
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去戛纳就带他吧，好吧？这幅海棠花确实很有格调，也很亮眼，把我的脖子也衬得特别长。我将是那片红毯上最夺目的人。亲爱的，你答应和东城续约了？随了你的心，开心了吧？谢谢你，亲爱的，谢谢你。你们东城专门为曲曼做的设计，他看了，非常喜欢。嗯，东城的设计师都非常优秀，阿瑞娜和顾星岩各有各的特点。曲曼到底更喜欢谁的呢？那个执着的顾星岩。曲曼看上的就是他的设计，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你也知道曲曼的脾气，合他心意的怎么都行，不合他心意的我怎么着都没办法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签约？合同流程一走完咱们就签。好，来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进来。林总，您找我。坐吧。我希望你尽快拿出一套新的整改方案出来。什么？自己看看吧。我承认这个海棠花的确是挺漂亮的，可是我怎么看它都还是一个普通的项链而已啊。这个设计我不知道跟我的比起来是好在哪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这个海棠花的造型对于曲曼来讲有特殊的含义，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，一个项链它的特殊意义往往会远超过这个项链本身的价值。也真不知道顾心妍是怎么找到这个资讯的，我真是太小看他了。这份合同签署之前你还有几天的时间，我希望你尽快拿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出来。这个方案里不仅仅要包含你的设计，还要凸显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，做出相应的推广和策划，让曲曼看到你的价值。如果最终你没有能够改变曲曼的决定，那么设计部总监的职务就是顾星岩的。你是说你没有要阻止曲曼取用顾星岩的设计？在你和顾星岩之间，我觉得你适合做设计部总监，但是在东辰和其他公司之间，我必须坚定地力挺东辰。哦，你这个势利的资本家。用实力说话。好，我会给你看我的实力。所以我有一件事情要先跟你通报一下，为了做好曲曼的这一单，我把我之前最得力的助手调来了，LaSalle 的高材生，所以请您林总在东城里面先帮我开个直通车。LaSalle 的高材生 ？That's right， 他是顾星岩的师姐。
始切割啊，是设计师最基本的素质。怎么，东城的设计师就只有这点本事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您是哪位啊？为什么随随便便就来我们设计部啊？我吗？嗯。Let me introduce myself. 我叫做 Helen， 毕业于加拿大 Montreal 的 LaSalle， 是 Arena 总监的高级助理。Arena 的助理？我记得 Arena 的总监职务人事评审都还没有下来呢，怎么这么快就给自己找了一个高级助理啊？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， 你可以自己到 HR 去问。嗯。青言。嗯。你们真是一个学校的。你就是我的师妹顾欣妍了。师姐你好，我是顾欣妍。我听说过你，你是威廉教授的关门弟子。这威廉还真是年纪大了，教出你这种只会钻十分级的学生。请不要侮辱我的老师，谢谢。我只是实事求是 ，OK？ 钻十分级呢，虽然是件简单的事情，可是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不就不简单了吗？总比那些拿着漂亮的文凭但是却只知道抱着大腿招摇撞骗的人好。嘿，你说谁招摇撞骗了？不服气啊？不服气比一比啊。我作为东城的前辈当然不屑于和你比了，不过呢，我可以让欣妍来和你比一比。欣妍上。我来东城是来工作的，不是见谁跟谁 PK 的。你别装着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，我可听说了你的业务水平是不怎么高超，但是跟人 PK 的技能倒还挺拔尖的。真没想到，原来威廉的学生都像你们一样，到处拿着老师的招牌招摇撞骗的，耍点小聪明而已。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。你不用激我，如果你想比一比的话，就直说。另外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你直接向我提出，不要带上我的老师，谢谢。Cool， 那就比一比暂时分级。If I win， 你必须帮 Arena 倒一周的垃圾。If I win， apologize to William。Deal。哎呀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还是校园里的孩子吗？不是吧？干嘛比这么出街的东西？咱们都是设计师，比一些真功夫吧。那你说，什么是真本事？比比雕蜡吧。倒数最后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向我老师道歉。威廉在加拿大，
我怎么跟他道歉？录音，我发给他。My goodness, are you kidding me？ 请你道歉。I'm sorry, William。这样可以了吧 ？Yes。哎，这是设计部的顾心妍啊，这次又出风头了。从结果来看 ，Arena 这次简直是惨败。输的明明是他助理啊，他助理就是他学生，学生技不如人，那不就是啪啪打老师脸吗？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设计部有一场比赛。比赛？哦，什么比赛？我看。董事长，现在公司上下都在谈论着这场比赛，这个顾心妍真是一战成名。这个顾心妍战斗力还真强，有能力又有头脑。可您不觉得她做事有点过于高调吗？我倒是觉得这种高调的背后，恰恰隐藏着某种目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高调？谦虚低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看来我对她的观察没错，只要能够为我所用，我们就要多多争取。你不说他和林毅的关系不太好吗？没错，他们俩几乎是水火不容。董事长，我有办法让他们俩的关系变得更加水火不容。在这之后，拉他到您的麾下就更加易如反掌了。笑笑啊，你办事我放心，但记住，做事要讲策略。要拉拢一个人呢，首先要了解这个人的性格，投其所好，那么到时候就事半功倍。我明白了，董事长。哎，芳芳，换新咖啡了，不错。王霞的心啊，我在看曲曼的微博，他还没有给我回复，所以我必须要做好再给他一张设计图的打算。哎，你说这大明星这架子就是大啊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说话啊。谢谢你，明康。辛苦。谢谢。中午楼下咖啡馆，不见不散。你想点哪？我想点可可基诺。好的。现在还算是上班时间，你在矿工吗？你选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你就不怕被别人看见？昔日东城的总监回到老东家威胁原下属吗？我干嘛要害怕？我又不欠着他们。找我什么事情？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跟我去璀璨？哎，你想知道曲曼的消息吗？曲曼呢，最近要参加一个商演，璀璨作为主要的 sponsor， 可以跟他近距离接触。真的？嗯。时间还有地点发给我。回头确定了，我发给你。找我就这个事儿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最近有没有什么飞稿？没有，丛总监，您作为唐婉容的得意门生，应付像璀璨这样靠抄袭起家的珠宝公司，不是很容易吗？不是小菜一碟吗？好了，没有就没有，不要那么生气。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为什么总是在帮我？我之前卖过你的设计稿，我欠你的。谢谢。飞稿再麻烦你了。不是叶小晴，
你不是要请我打牙祭吗？就请我吃这个？有的吃就不错了好吗？知足吧你，现在房价这么贵，什么时候才能有钱买房啊？那你下次就别吹牛，弄得跟真事儿似的。嗯？哎，不是，你干嘛去啊？干什么呢？我这儿。哎，不是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丛飞了。哪儿啊？就在前面，我刚刚明明还看见他，怎么转眼人不见了？不是我说你啊，叶小青，你说你是不是傻啊？丛总监走的那么不光彩，换你你来呀？要我说你，就是脑子里有翔。你说什么？你脑子里有翔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哎，你过来，你不过来是吧？行，那我过去。我下回再也不相信你了。什么打牙祭，弄点破丸子给我吃。哎，金爷，金爷，嗯，你猜咱们刚在楼下遇到谁了？谁呀？丛飞呀。一定是了。哎，我看他那样子呢，好像是来找什么老同事。他走之后有没有跟你联系过啊？没有。哎，沈助理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找个人啊。沈助理，哎，那个，你今天晚上有事吗？啊？啊，是这样，林总呢想晚上请你吃个饭，如果你有空的话呢，我去安排一下。林总他有什么事情啊？不是，我只负责传达，至于什么事情呢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晚上我有时间。OK， 那这样我安排好了之后呢，我通知你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哇塞！什么情况？林总请你吃饭，你们俩不是水火不容吗？什么时候统一的战线？哎，请我吃顿饭就叫做统一战线啊？也许就是因为不统一战线，所以他才要请我吃饭呢。是吗？嗯。哇塞，这才短短几分钟，各大群里面全部在传你和林总要吃饭的事儿了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些人，鸿门宴啊。顾心言。请客吃饭会是那种高大上的日本料理店，就是那种女服务员都穿着和服贵式服务的那种。那种地方一般都吃不饱饭的。来，喝一杯。来啦。来了。老样子。好嘞，您稍等。林总，您为什么要请我吃饭？当初在制作室的时候，你说要负责初衷。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对事业的那股执着劲儿。今天正好下班早，约你出来聊聊天。像我这样一个新人，可以跟您二位坐。